真佛宗美国彩虹雷藏寺吉祥天女护摩法会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上师，请大家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于起手，恭请师尊移步到展视频接受众线上众弟子们的问安。师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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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师尊邀请，师尊好，师尊回来。波提安康，常住在常住的心。好好好，我们爱你啊！嗨，香，嗨，身心灵健康快乐，自在。好，香玉师尊，谢佛，波提安康，爱你请佛，师尊好，师尊好，都自在。师尊好，爱你，师尊好，师无家，大家持，师尊。谢谢大家，请我爱你，师尊，请留下来。师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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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健康长寿，康泰，身健康长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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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承上师及真爱。我们爱你，师尊。爱你，师尊，请留下来。感恩，感恩，师尊。好想你，师尊好爱你。师尊，一路传承及真爱。师尊，好想你。师尊，爱你，师尊，请留下来。爱你，师尊，请留下来。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主持者及功德主报名表格。
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请当真噶措仁波切代表与会大众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嗡咕噜莲生悉地吽。Om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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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om 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娑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嗡瓦遮那当诃诃吽，南无萨曼多摩德兰，嗡嘟噜嘟噜地维娑哈。念招请咒：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南无大拜莲花童子，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吉祥天女，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吉祥天女，一心奉请护摩祖尊。南无吉祥天女，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五方五佛，真佛宗八大本尊，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四大天王，释迦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众，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诚惶敬主放光加持此次护摩。
做观想大礼拜，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于其手。达曼达供养，首节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护摩祖尊，吉祥天律，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总共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嗡萨瓦达他嘎达依达木咕噜那那面擦那康里里耶达延密。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左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然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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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然这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作诸名加持。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临除结界加持报名表格护摩木及贡品。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息灾祈福争议敬爱超度手印，与会大众唱诵吉祥天女护摩主尊心咒。马哈斯里亚娑，嗡马哈斯里亚娑，嗡马哈斯里亚娑，嗡马哈斯里亚娑。
Maha Sri Yasa, Maha Sri Yasa, Maha Sri Yasa,
哈斯里拉萨，嗡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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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斯里拉萨。
Om Mahasriya Swaha Om Mahasriya Swaha Om Mahasriya Swaha
娑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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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
Maha Sriya Sw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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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Sriya Swa, Om
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mo Ling Tho L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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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 Ye So Ha， Om Jali Juli Jun Ti So Ha， Om Jambana Chaneng Chana Ye So Ha， Om Ah Hu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Guru Be Ah Sa Samaha Dian Sheng Siddhi Hum。德亚塔嗡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那扎萨摩卡德嘿苏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齐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成宿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悯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定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
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中众弟子一心祈愿，护摩主尊大吉祥天女，以尊贵和无比强大的力量护佑圣尊，活力充沛，体强健，容光焕发，精气足，真意敬爱福双全，寿缘无量住世间，请佛住世转法轮，救度众生得解脱。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行敬礼，嗡玛哈斯利耶梭哈，大吉祥天，一心敬礼，嗡玛哈斯利耶梭哈，大吉祥天。一心敬礼，玛哈斯利耶梭哈，大吉祥天。请引导幽冥中往生清净佛国，即请加持功德主主起功德圆满，吉祥如意。请加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坚固。请示于与会者、有缘者、有情众生，一切资粮具足，七珍八宝具足，一切珍品具足，一切财富具足，功德如天。请玛哈斯利耶加持
瘟疫退散，病毒退散，恶言退散，恶运退散。Om Mahasriya Soha. Om Mahasriya Soha. 十二吉祥天，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瘟疫退散，病毒退散，厄运退散，厄言退散，一切不祥退散，化为大吉祥。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ej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Beja Sato Dilubadi Cha Jeto Me Bawa Sudo Kayu Me Bawa Sopo Kayu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hawa Siddhi Membulaya Cha Shawa Gamma Sutta Me Jita Mu Sini Yen Guru Hom哈哈哈哈呵，班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西迪门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班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波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和西迪门布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班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Om 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祖坛吉祥天女护摩法会。请大家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
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玛哈斯利亚大吉祥天，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你好。爱斯特鲁。爱斯特鲁。谁人的？谁人的？欧拉米国。欧拉米国。给侬木球。给侬木球。斯科因。斯科因。一起吧。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シ。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にちは。那我们很少这个，很少哈。做这个吉祥天，吉祥天的这个护摩，以前有做过吉祥天的护摩吗？有哈，很多久了？啊，在哪个时候？2019年，很久没有做这一尊了。这一尊呢，在藏密，在西藏的密宗里面是非常有名。非常有名的，他是一个护法神，是一个护法神。他那个在藏密，这个名气非常的大，很多人修这一尊当护法，很多人修这一尊的，在东密。东密，他就变成不是护法神，而是是财富的，是财富的神，也是财神呢、也等于是财神，一切都是吉祥的，让人家如意的，所以他手上拿的是属于这个如意，这个不是一般的那个如意。好像是一种如意的一个如意的宝物啊，一个如意的宝物。那一只手是一焰印，这一般人吉祥天，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汤卡是属于藏密的。那我家里有一尊这个吉祥天女。
是属于东密的，那是台北圆通寺莲木法师啊送给我的，是属于日本东密的吉祥天。那吉祥天出自于哪里呢？他的父亲啊，就是一个龙王，是德差加龙王啊，德差加龙王。他的母亲呢、啊，是赫利蒂姆，赫利蒂姆就是鬼子母。那么他住在的所在地，就是住在西弥山的北方，啊，半山的地方，跟多闻天王的宫殿是在一起的。那么多闻天王呢？他们讲说是那是多闻天王的妹妹吧？啊，都毗沙门天的妹妹，吉祥天又叫做功德天。他最擅长的是有人供奉吉祥天，做什么？是做卜卦用的，卜卦，就是占卜啊、哦，占卜。吉祥天是非常灵验的，它也有守护的作用。我曾经讲过，你念这个吉祥天啊、哦，念完以后呢，在五色线上打结啊，念啊这个，一共打了12个结以后啊，绑在你的腰际。它可以做守护的作用，也等于是一个守护的作用。那么它这个在佛经里面呢记载，在《金光明经》里面有功德天品，《金光明经》里面有功德天品，就是讲吉祥天的。另外还有《最胜王经》里面有记载大吉祥天女品。啊，《最胜王经》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到吉祥天女12名号经，它有12个名号。那我们这个在画室里面呢，有画过这个12吉祥天女的图，它是佛说吉祥天女12名号经啊，有这样子的一部经典，即大吉祥天女12妻108无后大乘经，经有记载这一尊的名号。那我家的那一尊呢，是身端正，那么是红白色，当然有六庄严，就是璎珞环，这个耳环，这个正耳当，天衣宝冠。还有所有的这个环，这个是吉祥，那个图案是12吉祥天哈，12吉祥天的，这是画出来的，啊，所画的12吉祥天女，啊，每一尊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他手上拿的叫做如意珠，大吉祥天女的这个左手是拿着如意珠，右手是无畏印，其实也是施咒无畏印，其实也是给仪印啊，仪愿印，仪愿印啊，站立在莲花上面的。他跟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很有缘，他就是在金刚界跟胎场界里面，在胎场界的土里面，他是站立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旁边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旁边。那据我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这印度教的神当中，吉祥天女跟这个妙音天，跟妙音天女是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地位。像那个韦斯奴，就是保护神韦斯奴，像这个创造神就是大梵天，布拉玛，布拉玛，跟这个破坏神大自在天希瓦，是这三尊是印度教的三大神，印度教三大神。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吉祥天，妙音天。都是很那个的，大家都很注意的。还有另外还有卡利，卡利乌玛，那个甘女士，就是那个象鼻财神，象鼻财神在日本叫什么名呢？就是嘎拉巴底，嘎拉巴底在日本叫做欢喜天，就是最胜欢喜天，在日本的密教叫最胜欢喜天，你们也不帮我记一记，老师要我去想，我想不出来的闹亏。这个象鼻财神嘎拉巴底在日本东密就是最胜欢喜天，最胜欢喜天。这就是印度教很有名的这个大吉祥天啊，玛哈斯利亚跟那个萨拉萨底都是在印度教里面，除了三大神之外，他们都是名气非常大的。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萨拉萨底就是恒河女神，萨拉萨底就是妙音天，就是恒河女神。那么大吉祥天一样的，他也是非常名望非常大的一尊。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大吉祥天女名号经》里面有提到十二个名号，一个叫吉庆、吉祥、莲华、严氏、聚财、白色、大明称、莲华眼、大光耀、施食者、施饮者、宝光、大吉祥，它有十二个名号。那我们在画室里面画出来的十二吉祥天，就是现在目前在谁的手上？在这个中委会，好像十二吉祥天是中委会。是的，是的，
好像中耳会吧，要请他，要跟中耳会请，是十二吉祥天嘛，十二吉祥天的话。啊，藏密的吉祥天是不一样的。我一看到藏密的吉祥天，刚刚走出去看了藏密的吉祥天，天啊，就叫一声天啊，哎呦喂啊！他骑着马吧，那马上面他的脸跟这个。跟大力金刚的脸差不多了，哇，非常凶暴的，所以他们藏人就把吉祥天作为他们本身的这个守护神，他胸前所挂的全部都是人头，他所降服的所有一切的人的头，这样子人的骨肉，他手上也拿着好像是权杖的那种武器，可以帮助打战的。这在藏密跟东密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像这个东密的这个大黑天呐、啊，东密的大黑天是很可爱的，啊，很可爱的，是七财神之一，啊，大黑天是七财神之一。到了藏密，大黑天。马哈嘎啦，马哈嘎啦又是这个脸，又是跟大力金刚一样，所以藏密跟东密真的是差很多。东密那么这个吉祥天女，大吉祥天女。他是赐福的天女，可以赐给这个众生很多的。你要金钱，你要珠宝、七宝，你要珍贵的珍品，他都可以赐给你的。他都可以等于赐予的一个女神，她有很大的财富，很大的财富。他跟那个多闻天嘛，多闻天也是在天上最富有的，是多闻天的这个妹妹啊，多闻天的妹妹。我想啊、哦，这个藏密的吉祥天会画得那么凶恶，可能跟他的母亲有关。啊，赫利蒂姆，赫利蒂姆是很凶暴的一个女神，很凶暴的女神，所以她就是把吉祥天就弄得很凶暴。那在东密来讲，她在因为她是这个多闻天王的妹妹。那哥哥长得丑没关系，妹妹一定要长得漂亮。那么在密教里面，大吉祥天一向这个作为、啊、大吉祥天或者是这个妙音天，都作为修行人的本身的。行者的道伴，啊，行者的道伴，可以成就行者在修行上面能够有大成就的天女，有大成就的天女。他的手印呢，就是有点像那个莲花的这个手印。但是无名指稍微弯来一点点，就大吉祥天女的手印。其实你结成这个好像是说莲花手印也就可以了，它只不过是无名指稍微弯曲一点点而已，它的手印。
这个是大吉祥天女的手印。马哈斯利亚就是他的名，他的名马哈斯利亚，马哈就是大，斯利亚就是吉祥，啊，斯利亚就是吉祥。那现在通知大家哈，下个礼拜天5月22日下午3点 PM 是红财神的护摩法会。哦，刚好是嘎拉巴迪。在印度教里面，这个红财神就是希瓦的儿子，那这一尊也就是财神啊。我们生活中很多人是供养这个嘎拉巴迪，供养嘎拉巴迪。下个礼拜天是5月22日。下午3点 PM 是红财神的护摩法会。对，稍微冷了一点，稍微会咳嗽，别吹的这只手背非常的冻哦。还好啊，用着火去抵抗它。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今天的天气稍微有点阴雨哈，有下雨，有阴雨。阴雨天就吹冷气是很好的，然后你们大家试试。我这个冷气特别强。嗯。哎，莲池上是不是？啊。你过来了，那没事啊，好一点，好一点了，嗯。那这一尊，啊，下个礼拜天是真正那个嘎拉巴迪，是那个印度三大神西瓦的儿子，啊，甘女士。就是嘎拉巴迪。那这一尊是在印度教里面非常有名的财神，非常有名的，而且他也可以当护法的，也可以当护法，红财神也是一个大护法。很多人祈求这个红财神有感应的，有人修红财神的法，有相应的，我们中和宗的弟子修红财神法有相应的非常多，所以很多这个堂主要的财神，很多的堂主要的财神都是嘎拉巴迪，嘎拉巴迪都以嘎拉巴迪为他们祈祷的对象。下个礼拜哈。啊，不喜欢这个柴的就不用煮起。在满清政府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贪很多钱的贪官，他们叫他那个叫做和珅吧，
和珅吧，哈、哦，他很多钱呢。那到时候皇帝哦，拿出一个宝塔出来，然后这个是非皇帝珍藏的非常珍贵的宝塔。和珅有钱到什么样子？他看到皇帝拿出那么小的一个宝塔，说非常珍贵，是皇帝珍藏的一个宝塔。皇帝应该是最有钱的，和珅在底下偷偷笑。那在我的储藏室里面呢，有一百个那个宝塔，他就有一百个，皇帝只有一个，他就贪那九一百个，等于是贪那九十九个。真的有钱，和珅。这个纪晓岚呢，骂这个和珅：“你口口声声讲说爱大清，居然还贪污那么多的钱。”他的钱是不得了的，他富可敌国，甚至于盖过那个国。这从他里面超出来的钱，比国家财库的钱还多了差不多一百倍。哦，这个是真的是很大贪的，但是他每一天嘴巴讲的他是爱大清。纪晓岚骂何坤：“你口口声声讲说爱大清，既然你贪污了那么多的钱。”这个和珅就反驳了：“纪大人，你让我贪污那么多钱的大清，能够让我贪污那么多钱的大清，我有什么理由不爱啊？”哎，真的是爱呀、啊！哎呦喂！现在大家懂了吧？现在每一个口口声声讲爱台湾的，看他怎么爱，是这样子吗？人生就是这样子，哎，最近呢、啊，我的床头挂了一个十轮金刚，很大幅的十轮金刚像，是这个年轻的 piano 上师啊，他帮我钉的，帮我钉那个十轮金刚像。把它钉上去、啊、太大户了，而且因为我的这个卧室、啊、的 ceiling 是非常高的，所以它上去的时候啊，从上面掉下来，哎，真的是，他说没事，还好好的，现在好了，都好，完全都好了，哦，还好，对。啊，没有送你到西天已经不错了。哎这个我当然希望这个像那个如果有事的话我就惨了，真的。我觉得责任很大，真的。要很小心啊，尤其是那个楼梯哈、哦、那个不是架起来那个安全梯啊，有四方形的，一个一个这样子塌起来那一种。这个 ceiling 高的话，你用那个梯子啊，一个架子的梯子，就是铁梯这样子上去，是很危险，而且在上面钉那个十轮金刚像。不过钉了十轮金刚像，那一尊十轮金刚像实在是，哇！一盯上去，我一开关，他就跟我讲：“
要去劝所有的弟子不要去聚财，不要聚那个聚财。他说你聚了财，不是被拖就是被抢，不然会生很多的不好的不吉祥的事情。他是这样子讲的。你说但是天下所有人都爱钱啊，没有一个不爱钱的。他的意思是讲说爱钱可以啊，取之有道啊，取之有道，而且适可而止，要多多去布施。那是十轮金刚跟我讲，他爱钱可以，你取之有道，你多了就要布施出去，因为你聚集了太多的财富，会变成祸根。这是十轮金刚啊，那这十轮金刚真的，自从十轮金刚定上去以后，本来我家里面呢，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什么样的故事的都有，现在啊，全部都抖起来，就是那尊十轮金刚，一定上去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所有的 ghost 全部藏起来，我鞋子的听声音也听不到了。我常常在念这个念的时候，会听到那个鞋子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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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你身边，然后就停止。你听了就很讨厌这个样子，老是高跟鞋的声音啊，或者是那个阿兵哥的鞋子的声音啊，或者什么样子的皮鞋的声音啊，走到你身边，这么多的声音走过来，然后就停止，就没有了。然后我走过墙的时候，每一个墙都会发出声音，都一直一直响，一直响。走到棚井那竹子的棚井的时候，每一楼都敞的都是鬼。啊，墙壁头都伸出来，一个鬼头一个鬼头，每一个都求加持。天天晚上很忙，走我家那条走廊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要按头，到处嘣一个嘣一个。走过冰箱它也响，因为很多就在冰箱里面。他说那个冰箱的温度适合他。啊，师母也每天看。他的画像挂在那里，那个画像会对他笑，而且啊，那个画像还会虚无掉下来，掉到地板上，然后呼又升上去又挂好，这样子。那个前面师母看到了，那个前面那个灯啊会旋转，一直在旋转。像飞碟一样，然后载了好多的那个 ghost 在上面，他每天跟我讲，卧室门口就站了一个，寝室那个衣柜间门口又站了一个，窗户排队一大群，啊，这边那边。甚至钻到他的棉被里面，那棉被都在动。那个棉被啊，他睡觉的时候啊，我给他盖棉被盖到这里，他的手有时候伸出来，我就把他的手抓到棉被里面。啊，棉被也在动，
棉被里面也挡，也有鬼藏在里面。啊，他到处了，另外墙壁上挖个大洞，那好多鬼都挤在那个洞墙壁里面。告诉你一件事情，十轮金刚像挂上去那一天，所有的鬼全部通通都销声匿迹，师母再也看不到了，我也，他们也不伸头给我加持了，我变得很寂寞。我站在药师金母面前合掌，跟他念 ，Om 金母悉地吽 ，Om 金母悉地吽 ，Om 金母悉地吽。我在念咒的时候，耳朵竖起来听，看听看看有没有鞋子的声音，没有了，高跟鞋也没有了，军人的那个大皮鞋也没有了，还有一般的皮鞋的声音也没有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梁上也不会出声，那个梁经常会砰一声的也没有。那个 fireplace 里面的声音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看你挂那个时候是鬼把你推下去，他不要你挂，你知道吗？没想到那个十轮金刚那么灵，一挂上去，从那一天起，师母什么都看不到了，连一个 鬼影子也没有。我要听那个皮鞋的声音也没有了，他们伸头给我加持也没有了。我走到哪里，墙壁都会响，冰箱也会响，哪里会响？那天去说，哎。我那四个鬼躯怎么都不见了？结果我走过去，哎，我问说：“你们还在吗？”我走到冰箱那边问说：“你们四个还在吗？”有一个刚刚娶过来的新娘子，还有三个旧的，哪一个就是瑞光吗？一个是芙蓉吗？一个是倩倩吗？一个是丁丁吗？我四个鬼妻耶，四个鬼妻子啊！我说你们还在吗？结果他给我叮一声，哦，你们还在啊！但是他们这样想了一下啊，十轮金刚就骂他们。不可以出怪声，然后四个乖乖的。哎，说好是好了，讲好是好，但是呢，讲不好也不好，现在变得很寂寞了。师母什么也看不到了，那我什么，我的妻子也变成这样子抖起来，也不敢出声跟我招呼了。他们有时候啊会来帮我挤牙膏的，一看到十轮金刚他们就快闪。哇，那个十轮金刚太凶暴了，这样子哇又大，在床头，他给我做过几次启示，经常给我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稍微有要怎么做怎么做，他有帮我，有在启示我一些事情。但是那些鬼也是我的朋友啊。你这样全部把它弄走了，这样也好，你有意思吗？对不对？突然之间没有了，他师母也不会看着我说：“哎，你变了，我变成什么？”
哎，他说我以前变成什么样子了？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那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一位，很老的，很苍老，白胡子的，头发也白的，白胡子的东华帝君。哎，师母以前看我，她说：“哎，你变成东华帝君啊，胡子白的，这个头发白的啊，相貌就是东华帝君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个东华帝君的样貌就出来，让师母看。现在他看我不是东华帝君，看我也不是，好像变成十几个这个卢胜彦都不是了。他看我看什么？哎，你还是78岁的卢胜彦。啊，不会变呢，变成不会变呢。说师母的眼睛现在恢复正常，现在怎么办呢？让他，我是在想，让他那些鬼都出来好，还是他们都抖起来好？真的出来，我们家就热闹一点；不出来，就是有剩下三个人。没有意思哎，都是莲情上师害的。讲好也好，讲不好也不好，总之那些鬼不知道他在的，不是没有在，因为我做千烧法船的超度的时候，千烧法船的超度的时候。他们一样出来，哇！真的，啊，出来坐满了法船，很有规矩，就出来。啊，十轮金刚在那边，因为我在十轮金刚像的面前，我法座就在那里，一个圆圆的那个莲花座，上面有个莲花台。我坐在那个莲花台上面，一个沙发上面有一个莲花，我就是坐在那里，那是我的法座。晚上在啊，那个十轮金刚就在这里，所以那些上法船的那些啊，上气都啾啾的，都啾啾啊，都是缩缩的，这样不敢那，像飞鸟一样飞过来啊，现在都不敢了，很规矩的上法船。好，现在你问我答吧。好像啊，五点。我下个礼拜开始讲那个《维摩诘经》。马来西亚莲花丽红问的，顶礼师尊在密教历史上有记载。只要一心诚是根本上师，就能不修而成就。因为诚是就是供养上师，是非常大的功德。但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成就。比如阿难尊者虽然不是圣人，但作为一流士者，诚是佛陀，最后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才成就阿罗汉。我在生活中听过有几个人讲，盲法悟就好，不用那么努力深入经藏，不用花太多时间修法，要对宗派有贡献，一心诚实，这样就可以不修而成就。请问师尊，诚实和自修怎么平衡？弟子觉得，除非能够做到数量心圆满，无怨无悔，要不然的。都会属于有漏功德人天福报，就是他的
马来西亚莲花丽红问的，我告诉大家，其实啊，神变加持经有一个叫做神变加持经，是怎么样？大日如来神变加持经吗？大日经怎么念？前文大日经，不要我回答这个这一本经，大日经的前文，你们会的举手。还没有一个人会啊！这是龙树菩萨在南天图开铁塔、开铁塔的时候啊，金刚萨斗士给他的两部经典《大日经》。大比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没错，就是大日经了。大比卢遮那就是大日了，比卢遮那就是大日嘛。大比卢遮那神变加持经，我告诉你，神变加持经，你如果有缘啊，成事师尊，师尊成就的时候啊。给你加持，你的师尊呢、啊？这个，你的根本上是给你加持，你即刻往生到佛国净土。这是缘的问题啊、哦，所谓叫做这个叫做神变加持经，是利用加持的力量，你得到。加持，单单以这个加持的力量，你就都可以到佛国净土了。那是成事者，这个当然那是要具缘的弟子，具缘的上师跟具缘的弟子相在一起的时候，才有神变加持的力量。不然呢，阿难尊者，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的是显教，阿难尊者一定要自修，虽然他承事释迦牟尼佛那么久，但是也没有成就，后来他才成就的。所以有个人，有人加持他就会成就，但有人那个加持他不是具缘的弟子，就不会有成就，也是靠因缘的。你有缘，经过这个根本上是加持以后，你自然就成就了。你没有聚缘，你那个缘分还没有到，是不可能成就的。这个跟这个马来西亚莲花丽红讲了，所以我认为啊，他讲说忙法务就好，不用那么努力深入经藏，这句话是错误的。你要聚缘，什么是聚缘？你本身啊，过去已经修行的很多事。你这一次来跟着卢师尊，卢师尊 给你一加持，你马上就成就了。你已经过去，你已经修行的很多事了，所以这个叫做聚缘。所以我们真佛宗里面有很多莲花童子啊，师尊有认出很多莲花童子，我认为说他就是莲花童子，你先认出来，这个绝对是成就的。所以只要是聚缘的，一加持，他马上领悟了，马上就直接飞到这个啊
到了净土去，净土佛国去。所以这个是绝对是有神变加持的力量，密教是有，密教是有这样子神变加持的力量。但是这个所谓的具缘的弟子，就是他过去已经修了很多事了，这一次遇到具缘的弟子一加持，我们生活中里面很多的莲花童子很多，现在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但是有印记的，有莲花童子印记的非常多，我都会 也全部都是帮他们就按，我已经跟他们讲说你就是莲花童子，都有讲过啊，这个是这样子。所以我讲是具缘的加持就有成就，但是这句话是错，盲法悟就好，不用那么努力深入经藏，这个是不对的。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修法，要对宗派有贡献，一心成事，一心成事对宗派有贡献，但是你也要具缘才能够有成就。所以当然要对宗派有贡献，要一心成事，这个都是对的，但是你也要深入经藏啊，你也要修自己啊，你如果不是具缘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修。就算你是莲花童子来讲，那师尊一加持你就成就了，这个但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注意一下啊，是不是应该你也要具备着具缘的条件。这是回答马来西亚莲花丽红的，如果不是具缘的弟子，加持是不会有成就的，加持是不会有成就，马上就可以往生佛国的，没有这回事。那么美国的莲花，这是纯见吧，莲花纯见问的，顶礼师尊闻及三摩地玄机，两名和尚所教导的吐纳，吐气可以用鼻子吗？散气用散息跟吐气同时吗？三，什么是活气，什么是死气？这个初学者应该如何修气？祈求师尊慈悲解惑，感恩。哇，他自己呢？这两名和尚以前有教导过我吐纳，哦，有吐纳的方法，啊，道家也是有所谓的修行，在道家来讲，第一个是纳气，第二个是咽意，第三个是守固，第三个是守固，第四个是那个，也就是旋转。转化，第四个是转化，这纳气、咽意、守固、转化，这是道家的功夫。转化是道家的功夫。那么密教呢，在修气脉明点方面，就是讲吐纳，的吐出气跟纳气，纳进来气。吐气可以用鼻子吗？可以两者都用，口也可以用，鼻子也可以用，也可以用，不是不可以用。吸气吐气都用鼻子也可以，吸气用鼻子，吐气用嘴也可以，都可以。散掉气，把气散掉跟吐气同时吗？没有错，是可以同时，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在密教里面有层次。第一个，你要吐气的时候，像保平气你吸满了，要吐气你先散气，第一个先散气，把这个气
转到你全身的 四个手指头啊，这个十个手指头十个脚趾头散到那里，散到全身，然后用摄息，也可以用摄息，把气憋不住了就摄顶，摄这个顶窍，但是不能够，当你开了顶就不要再摄顶了。开了顶以后啊，一个月只能够摄顶一次，这个是摄气，摄一直冲上来摄气，散气跟吐气同时吗？应该讲起来是这样子，在散气的时候啊，密教有教我们，你已经气已经憋不住了，那么你 先用意念把你保平气的气先散到你的十个手指头脚趾头全身，然后再吐气，后来再吐气，是这样子的啊。在根据这个莲花生大师所讲的，莲师有 讲过一句话，一切的功德来自于保平气，保平气很重要，一切的功德来自于保平气。那么保平气为什么有功德？因为保平气就是让你的气能够进入中脉啊，就是在通你的脉啊。你因为你在聚的时候啊，那个脉轮会打开，你那个保平气的会进入你的中脉里面啊，重点就是在这里。同时他莲华松大师有了明和尚有教过，你在这个吐气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气全部吐光，要保留一点余气，就是在你保瓶里面还保留着一点点的气在里面，不要全部吐光。这也是一个要诀，莲花生大师教的，很，这是重点啊。什么是活气？什么是死气？活气当然是这样子啦，你的气就是活的啦，你可以到哪里，你就可以到哪里呀、啊。气可以要它到哪里就到哪里，不是死的啊。什么叫做死气？他讲说什么叫死？问我什么叫做死气？死气你就是不通啊，不通啊，塞住了，闭塞啊。那你要打开啊，要打开，怎么样打开变成活的？就是要让你做金刚拳，就是要打开你身上的这些那通路啊，脉要通的，你脉通了就是活气，脉塞住了就是死气啊，非常简单呐、啊。什么叫死气？你气不通嘛，就是死，那个气是死的啦。你要到这个指头也很简单。就可以到指头啊，啊，气就可以灌到指头上面了。你要到眼睛，眼睛也可以啊，眼睛到眼睛呢、啊，你可以变成天眼啊，是因为你的气到了眼，到了眉心呐、啊，到了已经开启了你的天眼呐、啊。你要天耳也可以啊，气到了你的耳朵。都可以的啊，你这 COVID-19 难得中了、啊、会变成麦克兽啊，微软难的、啊、那个是连环上是研看了那个报道，对不对？对啊，你中了 COVID-19 的时候啊，会影响到这个密轮啊，
啊，密轮会变成 Microsoft 啊，就是微软啊。那怎样？最好不要中，搞得中了就变成微软。哦，那不好啊。那怎么样子呢？你气能够运行的话，你气可以运到那里呀、啊。会不会？你就吸一口气，灌到生殖轮。一般男人哦，到了六十岁啊、哦，六十儿孙，到六十就差不多了。有些人到了十，台湾话讲，上下都未了，上下都未了。到了四十岁哦，就已经开始麦克瘦了啦。一般的，我讲一般的，不是讲说那个，到了四十岁就麦克瘦了。何况是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迄种吼，吸烟烟啦，客家人讲，假烟烟啦，假烟烟，吸烟烟，洗龙眼，洗龙眼，客家我们美容的客家话叫洗龙眼，洗龙眼是什么？吃龙眼啊，我们台湾话讲吃眼眼，那齿虫一条啊，没有用了。所以到了七十岁，大部分都没用了，都不用了，不用就得到什么？不用啊，射护腺啊，射护腺肥大，射护腺癌就完了。男人的致命伤啊，到了七十岁以上啊，很容易得到射物腺肥大、射物腺癌，就是从，因为你不能用了嘛，他射物腺放着没用，他肥大起来啊，那长成瘤、长成癌啊，这男人的致命伤啊，啊对不对？你休憩的人啊，到了七十岁到八十岁还是有用啦，你不懂啦，你把气灌到那里就行了，那是活的，你气是活的，吸一口气到了那里硬压进去，它就变成日历啊 Hitachi。 日本的那个品牌叫做日历啊，哦，很好啊，日历，啊，每天都站着，对不对？那就是有用啊！告诉你，休憩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你这到了八十岁、九十岁，吸一口气就变成 Hitachi， 气是非常有用的，怎么没有用？飞机也是靠气呀、啊，它要升起来，全部都是气呀、啊！老天爷，你还不知道气的用途啊？飞机都是靠气呀、啊，你人体里面有气，就是活的啊，几尾瓦灵啊，一尾佛龙啊！你到了九十岁，你还是一尾佛龙啊，到了一百岁。当然不能活那么久，总之一尾佛龙，一般到了六十几啊，就一甲子就差不多了，都完蛋了。真的修气真的非常好，告诉你，你如果能够应用你的气，到了密轮，到了哪一个轮全部都通的话，那就是活气；不然啊，你脉不通就是死气。的吸吊吊吸叮叮，给它叮叮，内部瓦里，你的我们的 put again 的 put again， game over， 不能玩啦、啊，你 put again。初学者该如何修气？告诉你，先修九绝活风。用应用你的意念，在修金刚颂，
用你的字咒还字，修金刚颂，重点保平气，先把中脉通了，再到其他的各脉。九节活风训练你的精神专一很重要啊，你精神专一非常重要啊。我今天讲的够透彻了，你跟着你的意念跟着气在跑，跟你全身的气在跑，就是九节活风啊，就是专一啊。密教里面的教你修九节风就是专一啊。为什么要你这个右鼻孔进左鼻孔出，左鼻孔进右鼻孔出，两鼻孔进两鼻孔出啊，这样颠颠倒倒，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倒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让你精神注意那个气在流，你跟你的意念跟着气在跑，如何进气，如何吐气，如何怎样子，都是跟你的意念都跟着气，就训练你专一。你用意念能够控制你的气，到时候你气下去，你这个气要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啊。精神不能专一，不要讲修气的，没啦，没好啦，没有用。所以哪里不通，你用气 把它通过就好了。那你不通怎么办呢？金刚拳啊，你不会金刚拳吗？喉咙不通要转喉啊，对不对？眉心轮不通要拍啊，这个气要走到这边啊，走这边啊，是运气啊，是在运气啊，对不对？扭身啊，把气聚起来以后扭身，把它转到别地方去啊，散气啊，弹跳啊，要全身的这个阻塞的地方全部让你通啊，大哈斗身啊，金刚拳啊。所以打拳，太极拳也是很重要，太极拳也是让你的气通到哪一个脉，通到哪里，通到哪里，也是，那是要运气的。打拳也是很，也是一样啊。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靠气的，你没有气力。日本人讲一句话，元气あるか？元气あるか？元气あるか？元气，元气呀、啊，就是元气呀、啊。元气阿鲁嘎，没有气呀、啊，你真的死了、啊，没有气呀、啊，那就死了啦。病人哪里有气？没有气呀、啊，没有气力呀、啊，就躺了，都倒了呀、啊。全部是靠气。好，这样讲，什么叫做佛气啊？怎么样子如何修？初学者修九节佛风，啊，这个金刚颂保平气，已经都讲过了嘛。你一步一步来，把气修好，贯通所有的脉。到时候啊，你可以应用你的气，把你的命气推上顶窍出去。就到了佛国净土。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连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恭请法王圣尊连生活佛带领与会众弟子顶礼坛城。
顶礼堂城，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唵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受。恭请师尊以布道展视频接受润线上众弟子们的感恩之心。师尊好，好，谢谢师尊，谢谢宋先生的同门，谢谢你们，下周见，谢谢大家，下周见。
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与会大众做吉祥天女法灌顶，含有皈依灌顶。Maha Sriya Swaha Om 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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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iya Swaha Om
我们一起顶礼感恩师尊，谢谢师尊。